给大家介绍一家宝藏小店啊。我不是探店，但是呢，这家店我一直觉得非常有必要介绍一下。它呢，在我们 Arcadia 地区，简单三个字，老破旧。但是为什么要介绍呢？大家先看一看啊，这家店名字叫 Quickly， 但是它有好多好多虚拟品牌在这家店里面，有炸鸡，有汉堡，有果汁，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个呢我就想说一下啊，现在在我们加州或者说在整个美国，幽灵厨房这个概念其实是挺火的。那么尤其呢像 Uber Eats 和 DoorDash， 他们都能够接虚拟厨房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你只要与这家这个拥有执照的这家 A 级的餐厅达成合作协议，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品牌放在他这个店里面，然后通过 Uber Eats 和 DoorDash 来进行外卖销售。所以我为什么会知道这家店呢？首先他的一个 owner 是个香港人，他本身是做广告制作、影视制作、物料制作这一块的这个业务的。但是呢，这家店的平时的主营人员其实是一个老孟阿姨 Maria。那么，因为我经常出入于这个区域，所以呢和店的 owner 本身也比较熟，然后也会跟 Maria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所以才知道说哦，原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品牌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外卖地址都是在这家店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 Max， 也就是这家店的主人，把他的这个业务也在这家店里面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是他们做的这些门招啊、物料啊，你们还能够看到这些所谓的海报，各种各样材质的。那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据说这边还是整个 Arcadia 最大的一个 cosplay 聚集地。那这个是他们做的，是关于星球大战，还有一些电影一些道具。那同时他们也把这些道具放在这个店里面进行一个展示。那么除了说是幽灵厨房在这家店里面有一个大集成之外，然后各一类的外卖平台他们也都接。这个就是老孟阿姨 Maria， 和她关系还是比较好的，经常和她没事儿聊聊天。其实这种店在 Arcadia 地区，它的堂吃的销售额并不是非常好，完全就是依赖于外卖平台。那所以每到月底的时候呢，他也会对于整个的一个销售进行这么一个统计。哎呀，他台子一铺，然后呢就在那边和来的客户进行简单的一个聊天。反正呢，在我看来，这也是一家宝藏小店。一个墨西哥阿姨坐着台湾盐酥鸡，喝着珍珠奶茶，然后还有汉堡，还有炸鸡，这是种什么体验呢？